第十五期啦，咁要攞翻呢个之前第十一期嗰个左肩。咁样砌落嚟，今次都多咗，叫做多少少嘢砌。跟住就呢两度就上实佢，一左一右。火重啊，好，跟住就到，哇，这个真是木头都挺犀利啊，跟住好到这个了。注射到呢个，越嚟越重啊！好，继续呢个先。哇！呢嚿呢嚿嘢真系掟得死人喎！
家呢个十五期，好似进度缓慢吓。搞掂，哇，好重啊！好，跟住到呢度啦。原来呢，睇下先啊。要咁样镶落呢度。几夸张，四粒螺丝咁样上落去，整咗啲螺丝先。两个下面有好重嚟噶，搞掂，咁呢个系第十五期，咁啊整到我膊头稳唔稳阵呢？见仁见智啦，睇下第时睇埋个手点样先啦。